胡老师，橘子，拿走，我不吃。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，饿坏了身子怎么办？饿坏了身子，你们赔。哼，当初你向我保证，说这养老院呀，这儿也好，那儿也好，哪儿好啊，哪儿好啊？我看哪儿都不好。我这不是来解决问题了吗？你看这售后服务多到位啊！我可是坚定的站在您的立场啊，您不能棒打同谋啊。哎，你还站在我的立场上呢？我的狗儿子是不是你给送走的？真不能养狗啊！您说您养一泰迪，明年他养一藏獒，这改动物园了。您放心啊，我已经把它放到了专业的寄养基金了，一天200块钱，保证它养的肥肥胖胖。一想起我这狗儿子，我这心里边就空落落的。那您是，你说您儿子要听见他跟狗一地位，多生气啊！啊呸！他呀。还不如我狗儿子呢，真招我烦。也是，这个父母没有几个对儿女满意。哟，有几个儿女对父母满意的呀？哼，您领悟的更透彻一点。但日子他还得过嘛，就像咱们这个养老院啊，为了他的和平和安详，总得有一些善良、通情达理的人做出一些牺牲。嘿，臭小子，你在敲打我呢是吧？没有啊，真没有。你把这橘子吃了，我一会儿带人去看狗，看儿子。你真带我去啊？我摸着良心说，真的。你要带我去，我就吃。小叶，首长发话了，要吃东西啊！胡老师，啊，您得过这么多奖啊？那有什么用啊？冷冰冰的，又不会跟我说话，又不会逗着我开心。这儿离咱家特别近，您随时可以来，随时可以溜。这儿，儿子，儿子，哎呦，就这么关着我们呀，多可怜呐！想死我！哎呦，想死我了！咱们去玩去了啊，高兴。我陪你们。哎，哟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拉了尿了，咱得收拾。哦，没看出来啊，还挺文明的。文明又怎么？走嘞，我们玩去了，宝贝儿。好玩吗？好喝吗？我跑了好几个超市呢，你，我差点没把那猫给抓了。天啊，你抓猫干什么呀？哎，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好喝，哎，多少钱呀？我给你钱。哎，不，你客气，你客气。咱就当交学费。给，三厂那小子给的。还真不错，这橘子吃吧。啊，那是我孙子给我买的，怎么才给我一个？你们那么多，来，大姐来，咱一块吃橘子啊！给，那快来，抱着，来，吃吧，坐，看看给几个橘子就高兴成这样，吃吧啊！我不是喜欢橘子。我是喜欢我孙子狗仔，这是狗仔给我买的。嗯，哪儿来的？侯老送胡老师的猫屎咖啡，也送我一点，我借花献佛。嗯，的确，胡老师这事儿处理的还不错，记你一功，将功补过了。不是，我有什么过呀？我不仅没有过，还拯救阳光之家于水火。你要真想拯救阳光之家，可真不是胡老师那么简单。
最主要啊是社区领导。你这各方面做的都不错，人家领导不会因为踩了狗屎运就忽视你所有优点的。你真没看见他那天那脸色？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年的先进单位不能折我手里啊。那你想怎么着？你想个办法让领导再来一次啊？会不会太刻意了？但不做点什么，我心里就啊。没完没了的。哎妈，你折腾够了吗？回家吧。我住进养老院，怎么就叫折腾啊？哎呀，我错了行吗？虽然我不知道我哪儿错了，但一定是我错了。有什么话回家说吧。儿子，我跟你这么说啊，你别多心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想过了。我呢，一住在家里呀、啊，给你添累赘。二呢，我住进养老院，这儿人多，哎，喜欢听我唱戏的人也多，我在这儿住着呀，比在家里住着开心。我也喜欢听您唱戏呀、啊。呸！你听过我几场戏呀、啊、你啊？每到春晚，只要一播戏曲节目，你就换台。那是因为他们没您唱的好。嗯，你就简单好听的说吧啊。我知道，是不是又没钱花了？没有。要多少？老熊儿子结婚，大家都随了888，显得吉利。哎，我说你啊，你连888都拿不出来呀？啊？我也不知道最近为什么，这个月我参加了3次婚礼，你说我就那点死工资啊，